大家好，又到师傅话你知2015啦。早嗰两集咧，或者喺相片中咧，我都有介绍过印度教嘅九耶节，可能有好多人都未亲身去参与过。咁的确呢一个节日咧，喺印度教或者喺我个人嚟讲咧，系好重要、好盛大、好盛大嘅庆典嚟嘅。大家一路知道我做師傅話你知嘅節目咧，我都唔會去即係主要個 point， 我都唔會去宣染迷信。但我成日都會強調一句説話，就話唔迷信。宗教係精神寄託一種信仰嚟嘅啫。但係有啲嘢咧，我哋亦都唔能夠否決佢嘅存在。佛力啊，人。即係神的力量，我哋唔能夠，因為我哋冇辦法喺言語中去解釋。今晚燒話你知咧，我就想講一啲我自己親身經歷嘅嘢，自己亦都百思不得其解。雖然我所講嘅一啲故事係好私人嘅問題，不過我覺得某部分。可以同喺空氣中同大家分享，唔係話俾人聽，幾神怪，而係有啲嘢我哋係諗唔到嘅，凡人凡人啊嘛，係嘛？我哋亦都冇辦法去解釋，但係亦都冇人有資格去否決，因為根本就冇一個真正嘅答案，只有當事人先至能夠親身領悟到。我始終一句説話就話，當事人覺得 work， 咁就 work 噶啦。個故事大概咁樣嘅，咁就九夜節，我喺泰國，差唔多喺呢個節日，我每一日都必定會去我契媽嘅廟請安。最少每日一次，有時每日兩次添。咁除咗請安之外，拍經啊，就會問我一路咁多個月嚟，有啦，應該七個月或以上。我自己查我家族，講得家族咧就唔係三九兩等七啫，唔係少數嘅，不過係我上一兩代嘅事。咁係無心插柳話柳成音，而俾我發現到一啲 question， 咁我就好希望能夠去揾到個真實嘅答案。即係我始終一句説話嘅，喂，大佬，我食緊嗰盒朱古力，我都希望佢知道咩牌子啦，咩口味啦，係嘛？何況係自己嘅先輩，咁我就。在廟裏面我問過很多很多的問題，我想都有十多條的，就是我一路在之前我自己推論憑一些很舊的相片裏面去發現到一些蛛絲馬跡而去假設大家經常聽到的說話，大膽假設就細心求證嘛。我是很理性，即我不是说有什么事你们去要问神，神说 yes yes no， 我不是这样，我是问了自己在推论出来测到很多东西。既然我有宗教信仰，我也很深信我自己的契媽，即伽利略神，他有一定的能力，还有二十几年来没人比我更加清楚他怎么眷恋我，也都释放我过去一個成段之下，我亦都將自己一路諗嘅問題去問一問。咁出到嚟，我所問嘅問題，舉個例子，我問十條問題，十個問題出到嚟都係第一時間話俾我聽係 yes 嘅，同我諗嘅嘢完全不謀而合。
咁大家可能會講，誒，德師傅啊，誒呢啲巧合啫，嚇 ，OK， 你十次巧合嘅我睇下，其一，嗱我亦都唔係誒單憑問神，我就完全作準，唔係信與唔信之間，因為我兩者宗教信仰同埋理性係兩個好個別嘅性質嚟嘅，我問完之後，我信，但我亦都會同時去理性繼續處理。不過喺某情況下，我覺得係一個即係無形嘅推動力，係嘛？即係其中一個問題啊，我可唔可以繼續去處理呢件事咧？或者我繼續查咧？咁樣我咁樣話，你繼續去。在我即人就最緊要求心針，我覺得這件事是幫到我，那我就會去做。好啦，大家聽完之後沒什麼啫，不是什麼神怪啫，德師傅。那個重要的點在後面。那我以前跟大家說過，我有一大疊的我先父啊、先母的舊相片，那我就無意中我找到找到一張相片，回去看，是一個完全跟我們的家族是完全表面上扯不上任何關係的人，我亦都不知道貴姓，那我相信應該是三四十年代之間的東西，但保存得很漂亮，很漂亮。那奇怪在一件事就是說，我跟他的後人原來早一兩年前已經相識了，不過大家都不知道，亦都沒有去講過，因為我有我的家事，人家有人家的事，大家都不會拿出來講，是不是？同埋一些即已經已故了先人的東西，我們知道的也有限公司。那以前傾開偈的時間，他都講過，我這個婆婆，即是外婆，曾經在年輕的時間都是澳門同一個有錢人打過工，我係咩咁樣？啊，佢嗰陣時好，我記得佢好強調一樣嘢，啊，可能同你個先父都可能相識嘅喎。我就完全冇理會，我咁可能有可能啦咁樣。咁我嗰日無端端地，好似有啲牽涉俾我，我要去睇睇。我就問這個朋友，喂，你可不可以拿你婆婆的照片給我看看，他就立刻在電話發給我，我看完之後我覺得非常相似。這裡還不是神奇的一點，那這位朋友去這位婆婆已經已故了，我曾經大家未知情之下，我亦都幫他婆婆處理過骨灰龕的事，即根本那時候已經不是一個師傅和一個善信，即是大家朋友，我知道這些東西，你又信的， OK， 你家人又信的， OK， 我幫你處理一下，也都沒有收分文的，收封利是。咁啊！睇完之後，我就俾翻我自己揾到依幅年青嘅相，同埋佢婆婆嘅照片睇。我你覺得似唔似？佢答我百分百，100%似。好啦，我覺得似，我自己都唔覺得有100%，我都話六七十度啦咁樣。咁同時攞依幅相俾兩位朋友，大家都應該清楚噶啦。我又重提，就馬來西亞同我做講鬼講神的朋友，我們看看幅相，他又是說100%似。另外一位在馬來西亞的 Simon， 我也問過他，他們也說好似好似，在某個五官之中有三個骨好似我記得是耳鼻和口，他說非常之似。問題的 point 就在這裡，有很多東西冥冥中是帶著我們走，
很多人成日以前，師傅，我想請教你的像，我想請教你的佛牌，我想拜為師學教你的話，我問過很多人，你知教你嗎？教你犀利咯，我很多樣嘢我係否決，或者我暫時係唔接受，即係點樣犀利係人講定自己感受到咧？網上很多傳聞，很多不同的故事，話我契媽點樣厲害，點樣厲害定點樣厲害？但是咪自己親身感受到同埋自己親身了解到咧？咁呢樣嘢就好個別性。咁依一件事，大家聽完之後，大家試下去咀嚼我入邊呢個故仔，兩個完全唔同地方，雖然同住一個香港，唔識，唔好話上一代更加唔使講添，原來係有關係。我不知道什么关系。即我所知她这位婆婆以前是在澳门一个有钱人打住家的。而我先父和这个家一直很大的渊源，不是打工那么简单。而这个婆婆的年轻的照片会在我家的旧照片，当然不只是一个工人那么简单。内里是什么我不知道。暫時起碼我不知道，但我講一個故事跟大家去分享，我希望帶出幾個信息，就是話神的力量，我們根本不知道在行緊點樣，但是如果我們只要那樣嘢係真係正嘅，唔係害人嘅，佢會教你點樣行。如果你問翻開頭嘅時間。我想啊，幾叻嘅人，幾有智慧的人都唔會諗得到，原來係有一定嘅牽連性。去帶我行，帶我睇，好啦。就算今日幕上100%肉眼上覺得係同一個人，但係唔代表我查到啲乜嘢喎。但係起碼有個圈，我又知多啲。早在九月的時間，我講過一集是講於關帝。我跟大家講仁義禮智信，所以我覺得大家是抱住一樣嘢，抱住依一個態度，我哋信神嚇。除咗係一個精神寄託之外，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佢係會帶我哋行，帶我哋要揾我哋要嘅嘢。尤其是一些是正路的東西，不是一般人所說怎樣神怪。但是好了，我調轉頭問問大家，你解釋給我聽，我剛才說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解釋不到，我自己都解釋不到，但是他告訴我，因為我一個目的，一個人要知道自己的先父先母，或者再上一些自己的姓氏的一些故事，裡面有些什麼是現世的子孫不知道，我要去知道，我想三界六道我講得通，是吧？我不是妄求什麼，沒有人在石頭爆出來，但是要知道自己的事合法、合情、合理，神會看過你的要求是什麼，他就會牽你怎樣行，帶你怎樣行。當然七分都要靠自己努力去查，心態而不變，他自然會帶你去講。所以一路宗教信仰給別人的東西，那種力量就是這樣的。一個師傅，包括一個善信，一個普通人都不會有分別。你是信那個神，你是叫你，即我經常都說一件事，好像一家人那樣，你的要求合理的，你父母沒理由不要求你，不會不答應你。
你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我想父母都會鬧你，不要求還會鬧，原理都是一樣，他自然他就會眷戀你。不是坊間一些、啊、我擺於我神去力量幾大，我沒有呼吸一通，我經常說的，如果是這樣世界上沒有窮人，經我在我手，我幫他安放隔離也好，或者去請個佛法也好、啊、前後、啊、他們都會有一定的 feedback， 他們會有一定的 feedback， 都是全部都是他們告訴我，他有些 feedback。 但這班人有一個共同點，不是請過之後他們不洗眼，他們會都會做回他自己的工作，不理他打工也好，去做生意也好，但他所有的困難他一定過到。不要只是隔離坐了跟我請神，不是我力量大，因為我是灌輸一種真正的神力佛力給他們聽、啊、鬼都是一樣。有人曾經在 YouTube 問過我，喂，鬼仔跟佛教有什麼關係？鬼仔跟宗教，不要說佛教，跟宗教就是有關係。有神為什麼沒有鬼？看我們怎樣去態度去對這件事而已嘛、啊、不要說即是去標榜一件事、哦、鬼仔就是泰國的，不過鬼仔這件事是泰國，但是鬼不是泰國的專有東西，而且不要將它恐怖化或者神話化、啊、任何六道眾生佛鬼、啊、佛神鬼、仙鬼跟宗教都有關係。就算你天主教、啊、不是天主就魔鬼了嘛，那不會只有這兩樣東西嘛，人死後去了哪裡，是吧？那些我們可以，如果大家看講鬼講神，我們都會給一個聽我講過，就是我們給他稱呼他叫鬼嘛，我們都可以叫另一個空間的人類都可以，鬼是我們人的稱呼來的、啊、即是如果我們抱著一樣對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堅持，而那個宗教信仰是一個正宗的宗教，多人向善的宗教，而自己有所欲求，人每天沒有求，沒有東西求的，看你求什麼而已，自然他就會帶來，是吧？ 我以前說過一句說話、拜我契媽來做一個比喻，拜我契媽不會一定個個呼吸一波，是吧？個個人都有困難，包括我跳欄都跳不少，但我真的沒聽過他們過不了關。所以我經常跟很多朋友，你們不要用錢衡量，不要用錢衡量這件事，你不信一毫子都不值的，你信這件事是無價寶的，不要說對隔離、對任何宗徒或者任何宗教的神佛都好，在他們的信徒或者在他那個宗教的價值是無價寶的，是沒有錢可以衡量到、啊、希望大家真的明白宗教是什麼，信仰是什麼，為什麼家裡要安神，為什麼家裡有時候要安祖先，不是做給人看，是真的除了一種信仰之外，或者一種念，即是念親情去對祖先的一種敬意之外，它的的確確是有一種力量，是我們不能夠用言語文字去解釋得到的。 OK， 今晚時間也差不多，看下一集我又講些什麼，拜拜。